When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ell yourself, the people I deal with today will be meddling, ungrateful, arrogant, dishonest, jealous, and surly. They're like this because they can't tell good from evil, but I have seen the beauty of good and the ugliness of evil, and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 wrongdoer has a nature related to my own, not of the same blood or birth, but the same spirit, and possessing a share of the divine. And so, none of them can hurt me. No one can implicate me in ugliness. 只要是跟人打交道的都知道，人没有最蠢，只有更蠢。我会说这种话，当然也是包含自我审视在里面的。毕竟绝大多数的人嘛，生而为人一定会有犯蠢的时候，生而为人也总是会有对人事感到厌烦以及痛苦的时候。但是斯多葛主义的哲学家们却认为，所谓的美好的人生是不应该远离人世的。斯多葛主义提倡者要我们总是把事情往最糟糕的方向去想，但是同时他却不是消极主义，他也不是厌世的态度。很久没见到了哲学科普，要讲尤其在现代社会，为什么斯多葛主义可以帮我们培养坚毅的抗压力、自控力和冷静应变困难的能力？因为是久违的哲学视频，请期待的人把好诶打在公屏上。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下，假设你没钱，假设你没有收入、没有居所，甚至是丧亲、失业、得了重病，这其中稍微只需要有两三个同时发生，你就很容易能够深夜 emo。 这些都是疫情之中常常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不过好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一个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些蛋疼的困难，并且从他的体验中已经消化出一系列怎样应对的解决方法的一位哲学家，那就是 Zeno from Cyprus。 他在西元前300多年左右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富商，那他是在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他是做船运的嘛，他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海啸给毁了，一无所有，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这时候他是真的因为没有事做，就在雅典的街上晃着晃着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经过了一间书店，然后走进去开始认识了一些关于苏格拉底的哲学。那他自己消化再加上他自己的经验，研发了一个新的哲学思想，叫做 Stoicism，也就是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者叫做 a Stoic。 Zeno 开始传授了这一门技能。 Stoicism 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他以前在演讲的场地外面建筑设计的名称，叫做 Stoa Poikile， 用这个建筑的设计的名称来命名的。当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先锋嘛，罗马时期有很多斯多葛主义哲学家出现，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运气上来说一个比一个惨。就怎么讲，只能说假设在中国可能就是类似杜甫吧。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Marcus Aurelius。 Marcus Aurelius 是历史上基本算是公认的历代罗马帝国中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作为一个单纯的人类，他三岁的时候丧父被寄养，成为皇帝的在位期间有好几个孩子因为大大小小的原因去世。这个对 Marcus Aurelius 来讲打击是特别大的。如果我读过他的著作，人都知道 Marcus Aurelius 是一个非常爱自己孩子的父亲，但是他的14个孩子中在他去世的时候只剩下4个。 Marcus Aurelius 在做皇帝的期间经历这么多丧亲之痛的同时，他却仍然带领罗马帝国打胜了两场大的战役。不到20年的统治时长之间，他一直都被公认是罗马帝国之中最有智慧的领导人。对，你会注意到一点，这些斯多葛主义哲学家惨是真惨，但是过得潇洒并且优雅地面对压力与挫折的能力也是真强。斯多葛主义比较出圈的概念是他提倡我们不论面对任何事情，凡事都想到最糟糕的情况。虽然说这个想法很出圈，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全部，他并没有捕捉到 Stoicism 的精髓。 Stoics 想要凡事想到最坏的局面，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让你认知到，即使在这些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情况下，你还是有办法生存。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情况下，我能够做什么？那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我能做什么，所以我已经知道即使这些情况发生，我还是有办法存活下来。这样子的思想模式对于未知未来的恐惧就会减少。但是这也只是其一，斯多葛主义它的概念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先来讲主轴。斯多葛主义认为生而为人我们就是愚昧，就是他认为这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个能力可以进步，都有那个能力可以获得智慧，但是天生的我们的确非常的愚昧，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不足，我们就是很令人讨厌，而且还总是会做出一些令他人和自己厌恶的行为。你会很意外斯多葛主义有多么的正能量，而且是一种非常特定的很切实际的正能量，完全没打算给你灌鸡汤。斯多葛主义相信人性本善，但是他也相信人们会表现的邪恶的，因为我们笨。
同时斯多葛主义也觉得在人生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是智慧。其实斯多葛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哲学思想。除了智慧之外， Stoicism 还在意三个要素，那就是自控力、正义和勇气。它并不是指只有在面对特别大的困难的时候勇敢才能算是它所指的那勇气。斯多葛主义是相信光是生活在世界上就需要勇气的一个哲学思想。怎么样有勇气面对你每天一早醒来面对的现实生活。这也表示对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来说，会觉得我们人自身其实是有能力能够自省自己能够承受的痛苦范围的。这核心还是因为斯多葛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最重要的思想概念是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成为坚强的人的可能性。这不是表示我们不会放弃哦，是他知道我们都很爱放弃也很想放弃，但是也知道我们有那个能力选择不放弃。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斯多葛主义是一个很注重自我审视复盘并且推崇良性竞争的哲学思想。斯多葛主义的其中一个重点就从 Marcus Aurelius 的 Meditation 强推这本书第二部的片段就能够体现。 Yes, keep on degrading yourself, soul, but soon your chance at dignity will be gone. Everyone gets one life. Yours is almost used up. If you won't keep track of what your own soul's doing, how can you not be unhappy? 如果你不愿意去追踪你自己的灵魂在做什么，你怎么可能会感到快乐呢？斯多葛主义的人相信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变，而不是花你的时间去关注你身旁的人在做什么。和我差不多同龄，你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可能会遇到的第一大人生课题就是面对内卷的压力，所谓人生进度条，正确的进度你的 KPI 没有达到，却眼见身边的同龄人超越了自己，或者是你其实是自己在脑中幻想着可能已经被同龄人超越而感到的焦虑。这些问题便是斯多葛主义能够解决的问题。斯多葛主义的主要几个大概念就解释清楚了，现在讲到更实际操作的部分。当你在考虑斯多葛学派一说的时候，要记得斯多葛主义发起的当时在古代，哲学不是一种有趣的消遣，它甚至不是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哲学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现代社会冠上哲学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但是又好像很匪浅的名称之前，我们所有我们现在俗称哲学领域中的那些先驱都是把哲学定义为一种什么是有益的专业知识的实践和练习，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些思想的。就是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学科曾经都在哲学底下，一开始我们先有了哲学，然后才慢慢把它们分类，变成了数学，变成了化学，变成了音乐，变成了美术，慢慢的分下来。在古代人们的想法是觉得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会彻底的改变。我得出了四个斯多葛主义会对大家有帮助的地方。第一个，面对愤怒，我们都会生气，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伙伴、我们的亲友，还有权柄人物。我说谁在疫情之下，你被关了几个月，然后你又没有收入，政策又疯狂的在改，可能还没饭吃，又面对现在互联网上没有控制的骂名，在不知道你情况下对你品头论足的这些众多事情中，你能够感到不愤怒啊？斯多葛派他本身是认为愤怒是一种危险的放纵，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刚才那个是真的讲斯多葛主义的想法，但是我这边必须声明，一定程度上我是个人而言不认同这个说法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能够 get 到为什么 Stoics 会认为愤怒是愚蠢的行为。我相信所有人应该这辈子都有过几次，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发了脾气，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就想，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要这么愚蠢发这个脾气，一点意义也没有，浪费了我的时间，浪费了我的精力，我生气的对象又不在乎，受到波及的不过是我自己而已。根据斯多葛派的分析，愤怒是由你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所产生的，因此为了要更加的平静，我们就必须学会对生活的期望要少一点。很出名的是斯多葛主义者会认为 OK, 我们的亲人会让我们失望，我们的同学自然而然的一定会让我们失望，我们的朋友一定会对我们撒谎，不可避免的一定也会让我们感到失望，这不该令你感到意外。斯多葛主义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新鲜事，这些是必然发生的，你本来就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它可以使我们伤心，但是它绝不能使我们愤怒。第二个有帮助的点是面对焦虑。 OK, 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可怕的事情在发生。在我们陷入焦虑的时候，普遍人们会为彼此打气的方式就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说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种安慰方式，但是斯多葛学派是强烈反对这种策略的。因为他们会认为为了要恢复平静，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系统的明确的粉碎最后一丝希望。
你说这听起来非常消极，可他其实并不是消极的，因为他的逻辑是觉得，你与其用毒鸡汤来安慰自己，你不如勇敢的先去接受非常糟糕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去接受这个可能性，并且让自己适应这个可能性。当我们正视我们的恐惧，并想象如果他们成真了，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认知，那就是其实我们有办法应对，即使我们要流离失所，即使我们要失去所有的钱，即使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也会应对，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是这样子活过来的。对 Stoicism 来说，选择不去想我们惧怕的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它反而会让我们保持一种持续的虐待狂式的控制欲，但是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第三，偏执多疑，我们很容易认为坏事是针对着自己发生的，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坏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会撕裂自己，同时去投射在别人的身上。可是斯多葛派的人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坏事的发生可能既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别人的错。虽然说斯多葛派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派系，但是斯多葛派对罗马的幸运女神是非常着迷的，他们把罗马幸运女神当作是财神，她就是命运的一个完美隐喻。这个女神是一个可怕的混合体，根据他的心情，他可能会给你一份很完美的工作，或者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关系，在下一分钟就因为他想就让你呛到噎死。对斯多葛派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当你提前认知到这一点之后，可以以平常心面对，甚至去怀疑你自己得到的成功。成功一定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真的不见得。在此同时，斯多葛主义的这个想法又能够让你在失败的时候更谅解你自己，但现实就是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斯多葛主义的哲学是认清了这一点，知道要接受这一点很难，但是我们就是必须去接受。四，也是最后一个，打开你的格局。斯多葛主义者认为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在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中，自己的生活就变得极其重要，因此就会感到紧张，会感到恐慌，会愤怒，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公平，你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关心你的人对你的那些关爱其实对这世界上其他的人来说也微不足道。而我们作为人类很容易忘记这一件事情，所以斯多葛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要定期去提醒自己，自己是多么微小的一个存在，我们必须要去放弃我是谁和我做什么很重要这个想法，因为这是一种很正常但是又极其令人不安的幻觉。你同不同意其实无所谓，只要知道斯多葛主义他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自我，会认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幸运的，但是又是有意义的，这样就行了。将斯多葛主义总结起来，我 Marcus Aurelius 的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身为凡人，所以你必须考虑到一切，期待一切。以上就是斯多葛主义的入门级介绍，喜欢这期哲学视频请在弹幕上面扣一些字。既然斯多葛主义能够承受时代的洗礼，一直留存到现在，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少数几个口碑特别好的哲学主义，我觉得这表示它已经证实了它有存在的价值了。大多哲学思想本身就是要面对人生这门课题的工具，我们大多数的人其实没有打算要做一个正经的哲学家。如果你没打算做哲学家，我就建议你不要把哲学这东西想得太过学术，学术一定是它的本质的一部分，哲学在很多时候你把它想象成语言、计算机、程序这种能够帮助你的生活变得更便利的工具，其实更符合它的存在意义。非常欢迎你们友善的在评论区讨论。哲学科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读读斯多葛主义的一些书啊，拜拜。